Cisco Simple IT Get Smart Work Simple。香港工作時間長就係人都知嘅啦，每日工作十幾個鐘啊，連覺都冇得瞓得好啊。但工作時間長唔等於效率高嘅喎，要記住 ，work smart 比 work hard 重要。要 work smart， 我就識用 Cisco Meraki 同 Cisco Rubrics 嚟解決 collaboration 同 networking 嘅難題。例如，以往配置 switch 都需要搞好耐，仲要避開正常嘅工作時間。有了 Cisco Meraki 应用云端技术管理，就可以线上处理，简单又快捷。又例如公司上网好慢，仲要连唔到线，咁就要 troubleshooting 啦。以前可能要深入 server 房搞成晚先搞得掂，而家有了 Cisco Meraki 就可以随时喺云端上进行排程同管理，又安全又悭时间。仲有啊，有冇试过老细突然话十分钟之后开会，以前就要大家匆匆忙忙咁赶翻公司。而家有咗 Cisco Rubrics， 就可以随时随地用电话、tablet 同 laptop 连入 Rubrics 度，一条 link 就搞掂晒。有咗 Cisco Simple IT Solution， 用最短嘅时间做最有效率嘅事，就可以财色兼收啦。你睇下，老细又赞我啦！想知更多有关 Cisco Simple IT 嘅 solution， 即刻学我，揾 Ingram Michael 嘅 Cisco 团队预约 demo 了解更加多啦！